不管是跟家人也好，或是对自己也好，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。因为你在外面很辛苦的工作，求的不就是晚上回到家里，大家坐在餐桌上，好好的吃一顿饭。我外婆虽然她已经离开了这样，但是我一直印象很深刻，就是每年的端午节，她都会包我最喜欢的肉粽给我吃，因为那是从小到大的一个成长记忆。我觉得机会很难得的，因为毕竟真的不是因为谁来晚餐这个节目，我们也不会认识，也不会熟，也不会有这个机缘可以坐在同一个餐桌上跟他们吃饭，然后分享事情。所以这一次的餐会，我会好好的放在心里面。